第十五课，新年就要到了。Lesson 15. The New Year is coming. 课文一，在朋友家。Text 1. At a friend's home. 今天是12月20日，新年就要到了。新年你准备做什么？我想去北京旅游。北京很不错，我去过一次。你买票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。New words. 日，新年，票，火车站。课文二，在公司。Text 2. In the company. 时间过得真快。新的一年快要到了。是呀，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帮助。希望我们的公司明年更好。New words. 大家，更。课文三，在车站。Text 3. At the station. 你妹妹怎么还没来？都8:40了，我们再等他几分钟吧。都等他半个小时了。他来了，我听见他说话了。New word. 妹妹。课文四，在咖啡馆门口。Text 4. Outside a coffee house. 天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的。快要下雨了，你路上慢点儿。没关系，我坐公共汽车。好的，再见。New word. 音。用爸和妈构成的疑问句的句调。Intonation of a question ending with 爸 or 妈。一。这本书是你的吧？这本书是你的吗？二，明天是星期二吧？明天是星期二吗？三，你买票了吧？你买票了吗？